早安啊，现在早上的6:35，有点吵，我知道。麦克风不记录。哎呦，昨天睡这里。哎呦，起来喽！给我起来喽！先来做什么呢？我想想看。没有蛋了吧？该不会没有蛋了？啊，没有蛋了！天哪，没有蛋，我要做什么啊？跟我把我的计划打乱了。那这两天要买蛋呢？糟糕！哦，对，我们有在，这两天社团有在团购这两个，还有这个跟这个，大家记得去看看，链接都在底下。就是我现在有点啊，要买蛋，蛋吃光了。那我今天弄什么给他们吃呢？好啦，还有就一样，馒头。天哪，最爱的。就是蒸饺，然后我蒸一个白菜的给他吃齁，不要蒸好韭菜的，他不喜欢吃韭菜。那我动作要快一点，水够多。蛋，今天我去全联，我去超市要记得买蛋。我今天原本想说做个起司卤肉蛋，可是就没了。这样，蒸个十分钟，15分钟。好，我把这个冰起来。要弄个黑糖牛奶给他们喝好了，在这里。我的杯不在这里。我的黑糖牛奶的杯子嘞，就是我的咖啡大师的。今天怎么觉得什么都找不到啊？也没有在这。我前几天有用啊，奇怪，也不可能在这啊。
大家知道我在找什么吗？啊，有可能放在机器上面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放在机器上面。喷到自己，等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刚才喷到一点点，好，我先。最后就是我自己的咖啡。等一下，哎呦，起来喽！哎呦，40几分喽！哦，我刚才刷牙起来喽。啊，聊一下这个暑假好了。这暑假其实我跟仙菜林啊，昨天找资料也找得非常的久，好，就是其实。有一些安排啦，就是希望，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小朋友的暑假能够丰富一点，然后最主要我们的拍摄啊，也希望能够再多元一点哦。可是暑假一些国内的行程真的不好定，就不管你要去离岛还是在台湾玩啊，很多很多的那个饭店啊或什么，其实行程真的不太好定。隔天我们也找到1点多，然后有点想去澎湖啦。澎湖现在勉强1点，8月多，8月中左右还有机位，然后8月中的机位去澎湖本岛，就是马公，真的有那个饭店啊要找也不好找。那我说，与其这样子，不如去比较。就是更远一点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昨天找到有一个将军澳，或是去别的地方，七美也可以啦，找一间小一点的民宿，在上面待个3-4天，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啦。然后玩那边的水上活动啊或什么的，我们还在想。
好了，这个好了。然后因为这个太……阿优跟田娜的杯子在这里。这边收一收，其他的我晚点再弄，冲一冲。早餐还要6分44秒，所以大致上是这样。那当然还有几个行程啊，我讲的是8月多。然后下个礼拜，这个礼拜五六日我们会去苗栗，那从苗栗回来，我们可能会有一整个礼拜，因为七八月我们的商案其实是蛮多的，那可是7月底啊，我有跟我们的经纪人讲说，我们必须有一周完全空出来的时间，就是真的去陪陪小孩啊或什么，不要再把工作给排进去，但大致上是这样。我们等早餐好，现在早上的6:48，还有40秒，早餐快好了。我想要再喝一杯咖啡，这个是 HIS Coffee， 是统一的，是他们寄给我的公关品，就一箱，把它喝完。快好了，蒸饺啊。你的是蒸饺，阿优的是白馒头。你要酱油吗？你要酱油啊？哦，打到我自己了。黑糖牛奶啊，黑糖牛奶配蒸饺。我先帮你们。转个方向，什么转方向？那你自己转就好了。接你的。这个很烫，你就上就好了。底下有纸啊。对啊。接你要酱油哦。用哪一瓶呢？用那个好了。
帮你放一点点在碗里哦，好、嗯哦，一点点就好。好。我觉得我还没有醒，还在有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拜拜。